朋友好不好？你干什么别嘴呀，小红？儿子，来喝奶了啊！哦，妈咪妈咪，我也要喝奶奶。没事吧你？怎么了，妈咪？你不喜欢我这样喊你吗，妈咪？哈哈，哎，喜欢喜欢，去坐着起了一身。哦，妈咪，你是不是很冷呀？我给你一个爱的抱抱，好不好呀？好好好，哎，好闺女啊，爱的爸爸妈可以经常有。哎，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舌头捋直一点跟我讲话？那妈咪，我怎么样讲话才可以呢？哎，其实哈，关心，哎，你呢？平时叫我小小妈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小小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哎呦，小星星，妈咪好爱你哦。麦小小，你能不能端庄一点啊？都是当妈的人了，在你儿子和女儿面前这么说话，你好意思吗？哪里不端庄了？我哪里不端庄了？你给我回来，关心，儿子等一下啊，妈妈来了，关心。儿子，吃一点，吃一点嘛。好了，玩玩这个，玩玩的，等你吃完了再玩，好吧？哎呦，你干嘛呢？我看他们到底能吃到多长时间。好啦，早几分晚几分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晚到半个小时啊，再堵车半个小时，到那也该回来了。那咱干脆就别去了呗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更年期呀、啊？成天老那么急脾气，每次出门都害得我血压升高。来来，儿子乖，吃一口嘛啊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老乖，我看你嘛，先管管你儿子，怎么给胡萝卜都不吃的。啊，儿啊，好好吃啊。长大了不学哥哥姐姐啊，咱可不知道啊！哎呀，妈妈再给一口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宝宝啊！哇，香香来啦来啦来啦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没事的。那你换上吧，穿上这套亲子装 ，Daddy、妈咪 and baby， 我们肯定是一套亮丽的风景线。老公，你听我的呗，能不能把这衣服给换了呀？别呀，这是我精心挑选的。哎，我知道是你精心挑选的，但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去的是公园，对不对？公园的背景就是绿的，那我们仨再穿一身绿的，拍张照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仨脑袋从树林里钻出来的。你看你这话说夸张了，人走红绿灯还不穿红礼服了。老婆英明，不穿了，不穿了。哎哎哎，你去换衣服，朵朵给我打扮。哼。你知道朵朵衣服放哪儿了吗？朵朵呢？哟，朵朵真漂亮！哎呀，老公，怎么样？你看你跟朵朵怎么打扮呢？啊，这头戴跟那衣服不搭，衣服跟裤子不搭，裤子跟袜子也不搭。也没有时间了，咱将就一下啊！你得了吧，有齐到他们两口子垫底，他们肯定没出门。来，朵朵，妈妈给你打扮打扮，打扮的美美的，出去玩一玩，好不好呀？哎呦，我们家朵朵最美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再换你爸就把我换了。老公，朵朵那发呆在哪儿呢？我来找。哎呀，肚子疼！哎呀，我胃也疼，叫的我头都疼了。你快点啊，咱不能比关心咱们家去的晚。你有没有同情心呀？我说我肚子疼，疼得都快站不起来了。我有同情心，我也知道你是装的。老公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的闺蜜们要聚会？你不是不聚了吗？哎，又约上了。不是我说，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上回你说有事儿是吧？衣服就把时间给腾出来了，改到今天了。今天这就马上要去了，你又说你不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姨父那儿咱们经常去，我的那些闺蜜们聚起来，真心不容易。我说一群不靠谱的。你什么？没什么。老公，你就跟姨父说，我肚子疼，我去不了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姨父今年多大了？嗯。五十，六十，五六十吧。没有，今年就三岁。
你当我傻呀？什么？是嘛事啊？就你这种肚子疼的烂瞎话，也只有三岁小孩信啊？那你帮我编一个理由，说我哪里疼？媳妇儿，咱是成年人了，能不能靠点谱？能不能尊重一下家里人？我怎么不尊重了呀？那每次家庭聚会都会出意外，我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再发生，那我就不去了呗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现在再不去的话，意外就真的发生了。老公，就这一次吗？好不好？哎，媳妇儿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包特别喜欢啊？你还想不想要啊？小美呢？小美呢？赶紧带小美走，快点！天哪，还是包管用，包治百病。快点！小虎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哭得也太惨了吧！今天嘛，不吃胡萝卜行，不吃。明儿把房子拆了，好，那就拆。这样下去，非把孩子惯坏了不可。你可以控制别人的嘴巴，休想控制别人的思想。慈母多败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老乖，你这是控制狂暴君。你带出来的孩子啊，心里都不健康的。哎，爸，见得吧？对呀，我们家球球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，对不对，爸？拉倒吧啊！啰嗦磨磨唧唧，又是你迟到。不是，这次真的不怪我呀。哎，小花呀，你怎么没穿亲子装的？你不是准备一个星期了吗？哎呦，你没看那衣服简直丑爆了。啊，原来你是嫌它丑啊？什么绿色背景什么的，全都是借口，对吗？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人觉得那个衣服好看吗？那衣服挺漂亮，怎么不好？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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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吵吵就是迟到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把孩子留给我，让他继续面壁。嗯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把孩子留给我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亲子时尚。凭什么把咱们俩赶出来呀？我要孩子改掉挑食的毛病，有错吗？绝对没错，爸，我支持您。怎么就成了控制狂了？就是，怎么成了控制狂了呢？本来就是。嗯，嘀咕什么呢？没嘀咕什么呀。爸，您看，为了一件衣服，我就被扣上了控制狂的帽子，我冤不冤呢？不是，闺女。嗯。现在就咱爷俩在这儿啊，我也得说说你，你这脾气也得改一改了。爸，我知道那件衣服难看，我还穿，那不是一世英名尽毁了吗？哟，姨夫，关心，跑这儿等我们来了，太客气了吧？就是在家等就行，这不怕鸟屎掉头上啊？每次都迟到，你俩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你还说人家呢？这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走吧。掐人呢？哎，小小和黄强呢？行了，甭找了，今儿这活动取消。为什么？四个字，鸡毛蒜皮。都成控制狂了，怎么能是鸡毛蒜皮呀、啊？取消了，你干嘛叫我来啊？啊，你干嘛叫我来？干嘛叫我来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闺蜜那边约了好久呢。啊，小宝，抱抱，抱抱，买包包是吧？这招不好使了，休想再用这招控制我！给我！不是，媳妇，你得想好了，抱抱，抱抱。又来这套，又来这套。什么叫又来这套啊？从小你就这样控制狂啊！别人一旦不听你的，你就用糖衣炮弹，你的甜言蜜语将别人拿下，手段之低劣，我早就识破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那个招数也高级不到哪儿去，你先是用毒舌疯狂的打击对方，然后再把对方的自信心踩在脚底下，啊，最后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是不是？完事还控制别人的言行和思想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啊，还一套一套的，这套从哪儿学来的？